找啊，干什么呀？哎，大饼真行啊，真有眼力见，谢谢大饼啊。找啊，洗土豆干啥呀？晚上炒土豆丝儿啊？嗯，炒点土豆丝儿，玩姥姥寻思啊，馅儿蒸点金饼，炒点土豆丝儿，再炒点酸菜粉儿。啊，对了，你再上超市去给姥姥买点韭菜苔，咱炒点鸡蛋，完了一卷一吃。行不行？哎呀，我的妈了，那有啥不行的呀？太行了，我最爱吃金饼了。完，你别忘了多给我带两张啊！完，你把筐给我拿过来呀，姥啊，我这就去。那去吧。爱你唱唱歌，听我说谢谢。嘘嘘，指定是得嘘嘘那么一下的。谢谢你，漂亮阿姨呀，快来点韭菜苔来，要嫩口的啊。状况里，咱还是老规矩，妈妈给钱。我觉着我姥姥说还有个快递没取呢，我顺道取一下得了。谢谢阿姨，我个人装呢。老啊，大鸡兵把臭嫩的韭菜苔给你买回来啦。我的妈呀，人这小饼怎么烙的啊？飞薄啊！老二，你别光着急搁这吃，你也学学呗。你别笑。听我说，谢谢你。饼来，吃饭。喵喵喵！你漂亮的姨姨们啊，你们别忘了整四袋合适啊！玩大鱼饼啊，这些不跟你们唠了，我要炫饭了。